砍断他们的骨头，就这么干。又是八年。我以为你要抢。先放个野，两分半钟。这种线就很麻烦，要是能退的话，就快点把兵线退了。这种线站在这个位置，如果打野来了，看到了都跑不了的。不过蜘蛛在，不用担心。骗他打不了。正常来说，船长就 Q 奥恩，奥恩直接开 W 的话是偷不了的。吃饼干，都是坏了。情人节你是不是要去洗脚？那肯定啊。我情人节去洗脚，我一般我都点三个技术，兄弟们你们呢？这不有大车，亏不了什么钱，勉强能接受，无法接受，无法接受，崩了。把这把线清了。你还没见过血吧？你掉的血也不少啊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灯。真是厕所里点灯找死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当心炸药桶。烧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打死他，我刚才不够。大失误，机会，机会，机会！又一招，还是弯刀，我都无所谓。卖八点不干，发大财喽，兄弟们发大财喽！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，让诺被割开的喉咙。这小子又被逮了。当心炸药桶！黑门，剁碎他们的骨头！反应还有点快，这人。
这逼人都不会帮我做个眼，那人不见了也不发个信号，去哪了都不知道。等下我得要了，随便进一个，随便进都行啊！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定点自己啊？人输了呀！你为什么要炸自己？还害我浪费过闪现，还没 Q 出来。蜘蛛也回来，给吧给吧给吧，不给好像也不行了。我看下一分半钟能不能打个1200块钱出来，我需要这个装备去打龙团。人粉和海水中重生，妈的，一逮，我不该过去。我没有手段近身了，主要是我滑铲闪现都没有，但凡有一个技能，我就能把他大招逼出来。看一下有没有眼神，没眼就打。打打打打打，天爵可能干净。看野怪就是他来不及，要走没走，你还跳你还跳，找不到算了，不太想交闪现杀他，闪现杀他这个龙也来不及，如果这个龙只有30秒的话，这波可以闪现杀他。等会我上路带一波先，好，哎，让他们去发育吧，我来打，我打很快的。我在活着，我不追他们就跑了，而且那边没视野。我们打龙的话，他们又可能会来包我们，麻烦得很。我出个这个。把前排解决了，他们那边没什么回血。闪通，有人 TP 了，一塔下的。
是你们。啥？啥？两下给你剁掉，无敌伤害真是一身，哇哩哇哩高。这千珏什么？他为什么要出这个东西？他靠 W 打伤害呢？找个春哥，我感觉他们要找机会开我，那我推下路，我现在去有点来不及。我在找那个千珏，他回去了，队友被拆了，我在下路拆塔支撑呢。没先攻，有先攻开大他打了。我得拉开一下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烧你烧，你怎么跳过去啊？我救都救不了你，我真的是服了。还好你们走得快，不然把你们两个都打了。真是意思，哇哩！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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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。